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在 Ranch 那天来找到的奶茶。我好久好久以前跟我姐去了一趟新疆，然后那时候天气很冷嘛，那我都会去小吃店买像这样子的冲泡式热奶茶。其实我不确定那个 brand 是不是同一个了，喝一个回忆吧。奶茶运送员，谢谢。小心烫。你想看热量吗？嗯。哇哦，热量。这次来美国的倒数两天，所以想说记录一下我在这里的生活，因为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二次来了嘛，好像有点家的感觉。哇，我现在长得跟鬼一样，我现在赶快化妆。SK2， 我都不知道我放了个 SK2 在这里。西人，我这次来大概十天的时间，哇，时间过超级无敌快。哇，我的黑眼圈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这几天的作息还是没有很正常，不管在香港还是美国，我都很常三四点才睡觉，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现在赶快 get ready，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吃饭哦。然后我今天晚上要去 SF， 我就是前两天发了一个 Instagram 嘛，然后就说downtown 真的先不要去啦。然后很多观众就问我说啊， downtown 真的有这么恐怖吗？虽然说我不是住在这里的当地人，但身为一个曾经住在这附近的人来说，我觉得 SF 是跟几年前真的变化还蛮大的，尤其是就是疫情前后的那个差别。我大概下午三四点走在路上，会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你知道吗？有时候附近走一走，你会看到有些人可能在打针啊。当然啦，我不能以偏概全，像是 Valencia 啊，然后 Painted Lady 啊，金门大桥这些地方，我觉得都还是蛮适合游客去走走的。只是说，如果你住在 downtown 或是需要经过那边的话，就大家自己小心一点就好。上次我看到有观众留言说，我的眉毛画得很粗，很像男人。眉毛真的很难画的好吗？每天长得都不一样，每天画眉毛的手感也不一样，哇，太难了。好，虽然有点 TMI， 但是Ian刚在楼上噗噗，然后我刚才化好妆啦。眉毛好像是有点太粗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 4th Street。其实我们本来应该是两天前要去 4th Street， 因为从我们家出发呢，会有经过两条路，这一条呢是去 4th Street 的，这条是去 SF 的。然后不知道是谁呢，他开就很开心的往这边开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SF。嗯，好玩吧？然后我们昨天看了一部《我与鬼变成家人的故事》，我觉得蛮好看的，你觉得呢？嗯，好看。因为其实我之前就蛮想看那一部，但是我刚好错过他在台湾播的时间，然后他好像有去香港 ，I don't remember。然后我看到他上到 Netflix 的时候，我就说我要看这一部。他的剧情不是那种就是你看一看会觉得很烧脑，想说天哪，这个编剧到底是怎么想出这个故事的？不会。但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啊，很温馨，很搞笑，然后有点感人。我最后是有哭的。嗯。我有打哈欠，本来就还蛮喜欢我们家光汉的，就是我们家了。你家太多人了。对，我家太多人了。我要去看。看完之后觉得，嗯，光汉真的不错。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这扇门是拉还是推。一边是拉，另外一边是推。谢谢你的教学。嗯、成功停到位置了。哇，今天这里人也太多了吧？然后我们刚终于发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天是22号，然后是 iPhone 发售的日子，然后这边就有一家 Apple Store， 所以我们刚经过的时候发现外面排了超级多人的。其实我也有点心动，想要进去看一下。我有点想，可是如果要排队排很久的话，就排一排啊。哇，这里就是 Apple Store 了，然后这边都在排队。We just wanted to ask if there's any opportunity to look at or purchase for 15 today. You're definitely able to look at. In regards to purchasing today, we're actually already pretty booked up until tomorrow. So if you like, what I can do is I can take a look for what phones we currently have in stock, and then
if you were looking to reserve those to come back tomorrow, I can look at a time slot that would work for you. Get that pulled up right now. Will be iPhone 15 Pro in the natural titanium. Yes. What storage capacity? 512. Yeah, 512. Actually, we don't have to be in this. I can take you over here. Okay, cool. It looks like we don't have any in that color. I would have the black, the blue, and the white titanium. It looks like.已经是1627，换算的话其实是一样的价钱。我们等一下可以的话，我有点想要去 Apple Store 看一下，摸一下本人。不是，我去 Apple 工作，然后帮你买手机，然后再 quit。只是你去 Apple 工作，只是为了帮我买手机，然后再 quit。你如果去 Apple 工作，你的 package 上谈说，如果你买 Apple product 要 50% off， 或是 free Apple。Something like that。OK， 那就这样子吧。你可以等三个月吗？Coming over, that's cool. I could use a little something to do. We could go outside, take a little ride if you want to. That's cool. I did what I was supposed to.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 So now I'm poking out my head through open windows. Cause that's what I feel like.比我的手机大，哪一个是 Pro Max？准备出发去 San Francisco 找我朋友，感觉 SF 会蛮冷的，所以我还是穿了一件毛衣。因为今天去 South Bay 看演唱会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去，有一点小小的紧张。毕竟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 SF 最近有点恐怖，准备去搭 Uber。就是这一台呢，276。Yes。Hello。Hi。Yes。Michelle, it's Fiona. Yeah. Wait, I've got news. You got what? What is going on? Oh my god. I'm engaged. This is so sparkly. Oh, that big? Wow. Oh, wow. 너만 고통 받고 있는 게 아니야. 나도 아파야 baby.Good afternoon. 嘿嘿，我昨天大概是2点多回到家的吧。然后昨天Ian超级醉，他好像喝了大概一瓶半的烧酒，大概3-4瓶的啤酒吧一个人。然后今天是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天，然后晚上就要去机场了。心情如何？不过不过不过不啊！你们知道他在唱什么歌吗？然后因为我昨天去 Sephora 嘛，然后想要跟大家一起试用我买的一个新粉底液 ，Makeup by Mario 的粉底。I heard good things about this one。另外，我在结账前看到这个 Charlotte Tilbury 的 Magic Cream 有一个小包装的，因为我没有用过嘛，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的来试试看，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很好用的防晒，是 Serena 他们家自己出的 Mooney。
这个颜色呢是我自己挑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的人，我在店里面不太敢找那个店员来帮我试颜色，我觉得很尴尬。好，所以我自己选了一个颜色，希望是对的。上完第一层大概是这样子，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是 buildable coverage 了，因为他其实本身那个遮瑕力没有到超级高，但是因为它很透，所以应该可以再多叠几层。但是呢 ，I mean， 我今天也不是要去什么 Met Gala 之类的，所以这样就够了。哦，这个粉底不错哎，你们觉得呢？伊言最近呢，慢慢有开始被我感化，他最近非常喜欢一首歌，叫做 Hot， 来喽。Body brown brown。哦，这是王五。耶，变出来了！哦，给你一个赞。침을깨우는네목소리머리를빗는네빗소리밖엔비가오나봐들리는빗방울들이땅에떨어지는소리전해지는전생고대체뭐야너는비법이아침에일어나서부은눈이너무아름다운너이대로조금만조금만더노래길바래조금만이제는어디까지보다좋지여기서부터다시보면되겠지틀어놓을테니까이영화를한번에먹을맥주한캔과과자를사우리나루종일뒹굴거리면서다시뒹굴거리고또입을맞추면서다시입을맞추네또다시입을만으로들어가따뜻한장판에보면我现在在 Target， 然后因为我今天就要回去了嘛，我想要来买一些就是美国的零食、零糖果，然后回去可以放在 office 里面。然后按照惯例拿了 Sour Patch Kids， 然后大家看到后面这个一整区哦，一整区全部都是 Halloween candy。Oh， what is this？ Gummy， 我以前超喜欢这个的。我也喜欢。Wow, guys, this is crazy. 你看，全部都是糖果。Halloween， 不止哦，继续走，还是。准备收行李，准备回家了。你要来跟我一起收行李吗？对呀。因为等一下住长途飞机，所以我刚洗了一个澡，然后现在呢，整理行李，又到了整理行李的时间。十四只。好了。说我现在真的是收行李达人，我超会收行李。准备送我去机场喽！不要，留在这儿吧。怎样？你要用什么留我在这？这样子留不住我。离开加州之前，当然是要吃一下 In-N-Out 的吧。In-N-Out spread， 那你们可以跟店员讲说，哦，我要一个 spread， 看他吃的多开心。我们前两天呢学了一个，哎，你用你的手机放，大家可能已经看过了，但是没有 follow IG 的朋友，我们前两天练了一首歌。希望我们可以早日不要再隆低了，我会加油的。在那之前你也要加油好不好？他再怎么样都还是一个务实的金牛座。我刚问他说，哎，你等下是到那边就 drop off 我，还是你要去停车场然后再下来送我？他就说，我本来想的应该是 drop off 就好了。我救命，不然停车又付钱。哎，他一开始，来，你们记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我很久没有来美国那一次，然后他是有送我到机场里面的，后面开始就没了。嗯，好像没有。Just kidding. I wouldn't mind. Seriously. Ok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Let's go to the airport. 你是不是偷拿我手机？ 哦，对不起。 Caught on camera. 造谣。 谢谢。 好，拜拜。拜拜。再见。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